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游是那童年呀桥。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摇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飘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进我的心上。那时候我也感觉很有戏剧性。你的整段表演虽然是充满着笑声，充满着快乐，但其实让我们真的都很感动。你看，你从喀麦隆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学习中国的戏曲、曲艺、中文，而且从你的这个表述和你的歌声当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你在中国的幸福生活，以及你对于中国的热爱。其实说到我喜欢中国这片土地啊，可能不是指的这个地方或者什么物品，真的发自内心的是这里的人民。至少从我的角度，我的经历来说，中国人在我心目中呢，可以汇成四句话：民风淳朴，善良忠厚，大度豁达，仗义疏财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中国人民也欢迎你。结尾，结尾。是时代带在这天涯上。
感觉完全融入到我们中国的音乐里边。你的中文讲得这么好，你是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？是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北京，然后部分时间是在东北那嘎的。哎呀，东北那嘎你也去呀？对呀，因为我的男人呢就是东北那嘎的纯爷们儿。你的男朋友还是你的爱人？已经是爱人，已经是爱人了。我觉得他几乎已经把中文当母语一般使用了。真是。对，他不只是说腔调，他的用词。需要用到很浅显的，有时候需要用的很文雅的，他已经太成熟了。实际上我是主持人。哦，原来是主持人。我是今天唱歌并不是我的专业，但是我今天知道通过歌声我可以把我的祝福送给中国。怪不得是中文主持人。哎，没错，怪不得几位都惊叹于你的中文表达。因为你的中文表达你知道吗，当中是没有很多的思考停顿的，说明完全似乎是在讲你的母语一样脱口而出。因为我感觉中国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乡，我的理想我的未来就是都是在这里，都是在这个希望的田野上。太好了，我们祝福中国永远是在希望的田野上。谢谢既美丽又能说会道的我们的美女主持安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有请下一位献礼人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已有我可爱的故乡，桃树倒映在宁静的水尊重。中国朋友的热情让我觉得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谢谢朋友。